凯德龙之梦。对面是虹口足球场。今天的风特别大，天气也晴了。在这种状态下，如果是在开放式的空间，不戴口罩的话，其实问题也不大，就是不要在那种封闭的空间内，那种容易感染。穿过去，这是商场内，没什么。商场的出入口也实行了一个单向式的，这样的话就避免了交叉传染，不知道。我们沿着龙之梦转了一个小半圈。
串了吗？就是虹口足球场内，
看到这个路上的人逐渐多了起来。前几天的恐慌应该已经过去，大家都出来走一走，天气好，然后在室外的话空气也好，这样的话不易感染。奶茶店，四川北路，从这里开始。这是鲁迅公园。公园的门关了，公园的门关。上海鲁迅公园关于临时闭园的公告：市民游客们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需求，为了避免人员聚集引发的交叉感染，确保广大市民游客的健康安全，今天就决定至2020年1月24日的11点开始闭馆，暂停开放，何时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。请广大市民游客积极配合，相互转告。这是开放的时间，4月1日到几号？1月24日，上海鲁迅公园经营管理。公园干嘛不让人家设置？公园也关了。这只猫牛逼嘞，猫粮很多。天爱坊，这条就是田爱路。田爱路，2月14日。很多的年轻人会来这里。山阴路，
都是日式的小洋房。以前鲁迅先生就在三一路这边住过。这条路修得很好了，以前没这么好。这次拍摄是应一位网友的要求，他说他想看看虹口足球场以及龙之梦啊，还有这个三英路啊这一带的情况，帮我走走。我说我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会来的。看来挺安全的，路上。瞬间，据说住在这里的人都知道这家比较有名，开的时间也比较长。我曾经吃过，还可以，不比那个小杨生煎差。大陆新村由大陆银行投资建造。1932年竣工，鲁迅、茅盾、赵家璧等人曾在此居住过。又是防御的重要通知，居民们，我们已经启动一级响应。根据当前全国疫情形势期上级通知，请大家务必做到一。
近期有去过湖北旅行、出差、过年、探亲和在湖北停留过的居民，请向居委会登记报备。啊，如近期有接触过湖北籍人员，或者有湖北籍亲戚家属来访停留的居民，请向居委会登记报案。都有通知啊。说整个处于一级状态，一级防疫状态。哎，这个是鲁迅的大陆新村九号，就是鲁迅的故居。鲁迅在虹口的最后居住地，1933年4月11日。现在关门了，关门了。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32居委会这里啊，空间狭小，进一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人员做交集啊，也是关于这个，然后就把故居展厅开放了。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，以前是个公园嘛，记得。这段是老房子，恒丰里，前面就四川北路了。看到，这就是瑞山书店的旧址，中日文化，就是他刚刚我们看的住的那个地方，走到这里不过5分钟。
那鲁迅先生经常来这里买买书，坐一坐，喝喝茶。这四川北路。好，我们这一段就拍摄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